大家好，我来非洲埃塞俄比亚两年了，今天是第一次要记录一条关于相亲的视频。这个女孩子是半个月以前我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中间也见过两次面，但是呢，因为她不会讲英文，所以我们在中间也没有怎么聊，就留了一个电话号码联系方式。然后今天呢，刚好我让螺蛳粉出去帮我翻译一下，然后也把这个女孩子约出来了。你好，螺蛳粉，你坐这里。吃饭没有啊？没有，你要吃饭让那个服务员给他点吧。现在咱们换了一个桌子，里面那个桌子那里面有客人住在里面不方便，服务员给我们换到这里来了。来吧，来，我们先碰一个，一个人点了瓶饮料。干杯。干杯。他吃饭不吃吗？不要了。哦 OK。 汉娜多少岁啊？18岁。哇塞，太嫩了。我30多了。啥啥 up？ 可以，这个种。哦，这搞得有点尴尬了啊，太小了。他现在住在哪里啊？WZ。那很近呢，就在前面呢，一个镇。姐姐家。在姐姐家。嗯。哦，那现在没有去工作了。没有，没有。哦，你做什么工作？我，我自己在做 business。来干杯。干杯。这有点太腼腆了，感觉很斯文。我都感觉今天有点怯场了，以前屁话多得很，现在没什么话了。其实这个女孩子她会讲一些中文，她之前在一个中国的饭店里面打工。又不好意思了。他也不好意思了。他会多少中文？摩托，100个字。哦，跟我们沟通的话，你像扎海，他都在学中文，他想不想学中文？考虑一下，可以搬到我们那里去吗？跟扎海一起，住嘛，然后他也可以学中文嘛，扎海也在学嘛，啊，然后每天你教他嘛，你问他愿不愿意嘛，愿意的话，他可以搬到我们那里去。可以，可以，那行吧，那他看他什么时候有空，他就过来嘛。后天、那行吧 ，OK， 来 ，Cheers。多少兄弟姐妹 ？Brother sister family。Two brother two sister， 然后加上他就是 five。Bigger brother。28。Big sister 呢？24 Yes. Younger sister. Small sister. Four. Yes. 4 years. Yes. Brother 10 years. 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4岁，那相差不大呀。那他妈妈估计都没有，我看一下，他妈妈可能是40多岁吧。差不多呢。47 哦，阿里巴萨，我操，他妈妈47岁。把这个喝了。我不喝。你不喝了？嗯。为什么？生病。嗯，今天没有去。我怎么不生病？每天我都是正常的。不一样。啊。我们吃住都是一样的东西。你是三分太猛 sick， 三分太猛 sick。全部 out， 那就是吐了嘛。要不要去 hospital 看一下？明天去、你万一你熬不住明天呢？万一等不到明天，今天晚上看看。那行吧，反正随便你，没有钱你给我讲，那里面都有的。行吧，那我把它买了，我们走吧。我在中间聊天的时候，我给这个女孩子说，让她搬到我这里来，然后学中文。其实更大的意思是，因为我对他们的了解，这个女孩子应该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子，所以说接触一下吧。Hello， 大家好。前两天朋友介绍的相亲非洲女孩，然后她今天上午已经过来了。然后你打个招呼看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兰兰。他比较害羞啊，他说不了什么中文。然后刚才都是扎海教他的，你们三个长得都差不多一样高，可能都差不多1.68米，接近1.7米了。然后娜娜今天上午过来的，中午我们没吃饭嘛，人家也刚来，我们出去吃点好的，我们在外面 restaurant 吃饭。
好，行吧，我们走吧。啊，我们四个人的身高可能都是在1.7米左右啊。只有螺蛳粉没有戴墨镜，等一下给螺蛳粉买一个墨镜，四个墨镜一起出门。刚走到饭店门口，我才想起来啊，今天是斋戒他们的，然后只能找这个农家乐，他这里面不知道有没有肉啊。来，我们走里面，这里。你继续吧。我吃下个了。啊，他们呢？你也吃秋了？他吃肉，他和我吃肉，然后你和咱还吃秋了。好，可以，再把那个秋子拿过来。今天是你们的斋戒，他为什么可以吃肉？他以前吃。哦，以前吃，他没有发斯顿。哦，他比你们两个厉害。我们的饮料来了，来，大家一起干杯。来，辣辣。耶，你们两个挺懂规矩的，还知道说欢迎呢。拉拉他18岁，应该没有怎么接触过社会啊，所以说看起来特别的腼腆和斯文。然后我有时候拍个视频的话，他都不好意思。那你们的秋罗来了，看着香味十足。嘿嘿嘿。Yes。Yes。Yes。热腾腾的，他这个秋罗要放在这个银铁台上面的。你们把它盖起来干嘛？你们吃啊。等我们的来一起吃是吧？哦，对对对，他们这个文化特别好，他们是吃食物要等到食物全部一起来，大家一起吃的，这个好。哦，好，这个风俗是特别好的。OK， 现在是我们的虾克拉烤羊肉。布鲁，吃吧。好了，他们两个吃那个熏肉，我们两个吃个羊肉，没办法，他们要坚守他们的斋戒。哎，对，那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啊，我是没关系，吃。这烤羊肉的话它稍微有点重，没有那个烤牛肉好吃。几个月没有吃过英吉拉了，但是我吃英吉拉跟他们比较奇怪，他们是一片一片的搬开来吃的，然后我是一个一个这样子。哎呦，芥末搞多了，太香了，吃饱了。还不要别的，加面喽，加面了。行吧，那我们这份还剩这么多了。我没有肉啊。螺蛳粉等一下，他说我太瘦了是吧？你跟他说我身体是好的。My body very good。 回家一煮啊，人家螺蛳粉都回家喝。啊，家里喝，你想在这里喝，你不想回家煮。肯定是不想煮。你这在干嘛？还在跳舞吧？全部吃饱了没有？吃饱了，吃饱了，然后你去买单，我们回家吧。开始在学中文了，螺蛳粉当他的老师。螺蛳粉坐在外面台阶上面学啊。汉娜，现在先你说多少中文？100个字。100个字。那可以啊，慢慢教啊。啊，其实他们三个学中文还是比较认真的，每天只要我一起床，我看见他们几乎都在学，要不就是在洗洗擦擦。多练习就会很厉害了。好了，螺蛳粉 ，stop， 你跟他们讲，我们出去买东西，让他们换衣服吧。可以。嗯，冰箱里面是空的，没有菜，先把冰箱买满。我们先过来买蔬菜，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的中国蔬菜卖什么价格。拿个袋子把这个花菜捡了吧，它这里菜不新鲜了，因为这几天放假买的人菜的人太多了。这个拿2个吧。这几天的菜都是一个咱们中国老乡自己种来卖的，整个镇也就只有这么一家有这个中国蔬菜，因为本地人他们也是不吃这些菜的。哎，这个，这个才搞几个？还有韭菜，这个，这个是萝卜，第一个卡洛斯，就拿2个吧，拿2个就可以了，冰箱里面放太多放不下去。买完咱们结账，这小姐姐很可爱，一根手指放一个菜单。两个人抬一袋蔬菜，有那么重吗？啊，现在蔬菜买好了，我们去买别的。给你们看一下这里的价格多少钱一斤啊？1430。大家觉得这个菜价怎么样？可以评论一波。在这个埃塞的小镇子上面，咱们中国人据说有2-3千人，然后这个中国超市有4-5家，但是每次我买东西，我都是来了这家买的。这四五家超市其实东西他卖的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这家超市它隔大陆更近一点。看不见了，全部停电了。这个好是吧？就是榨菜，这个拿2包。这个豆皮拿2包，拿1个螺蛳粉，你的名字在这里。
我叫粉丝来的。这草莓味，这个哪一桶？这个多少？600。这个600。600。800。800。300。300。这个。500。一袋多少？500。2个500。哎，这个榨菜2袋。300。300。哎，这个红酒，1200。2个香烟1000斤。好。总共多少钱？巧克力对，也是我的。350。这个350。还是这个便宜。你们埃塞俄比亚产的东西就便宜，我们中国过来的太贵了。6250。6250。OK， 一天的东西就买好了，你们觉得这些价格怎么样？东西买回来了，没有买多少，因为这个中国的零食他们本地人很多都没有见过，他们也不吃。最主要的原因他们怕我们这个里面有猪肉，所以说我也买的比较少。这个东西应该可以给你们尝一尝。这个，既然东西都买回来，就给你们尝一下。巴拉，你把它拆开，你们一个人一个，刚好1袋3个。要干什么？这是豆腐干。豆腐干啊，豆腐你们埃塞俄比亚没有，应该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们一个拿一个尝一下，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他呢？我就不要了啊，因为我也不怎么喜欢吃零食的人。以前肯定没吃过。伊利比亚椰料。没有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没有。啊，这个好吃啊。好吃，好吃。我刚才在悄悄的听着那个娜娜在说阿萨姆阿罗椰料，是吧？椰料是 vegetable， 弄阿萨姆弄 meat。有所以说他们很怕啊，怕我们的这些东西。这个多少钱？这个250块币尔。哦，很贵很贵。很贵。啊。还可以，反正你尝一下吧，买来。下次不要买。下次不要买了。没关系，你们要吃下次就买，不吃的话下次就不要买了。谢谢。没关系，你们尝。还有这个，倒是这个你们晚上自己喝，3个刚好一桶。这是 milk shy。他不吃了，还剩了1万多，不吃扔掉吧，我不可能给我吃啊。好吧，行吧，你们喜欢吃的你们就拿过去，自己把它开掉。没有啊，我把门打开，你们两个把门拉着啊。看到这个棍子是不是你们啊？OK， 我不要挡着，我看美女。Sorry。好嘞，美女。关门。这个拉拉来了差不多大半个月了，刚才和那个杂海罗出去把那个身份证办了一下，然后这是拍的相片。斯纳夫瑞阿萨斯门特斯纳本斯里萨本 ID tomorrow come on tomorrow come on。 OK， 然后呢，你们这个中文的问题了，现在节也过掉了啊，该买的东西过年的时候你们买了，要准备考验一下你们的那个中文呢。你这个在看什么 ？Photo。好，坐过来，老师傅，那个凳子拿过来。OK。OK。How are you, my friend？ 好的。等一下你就知道不好的了。这个是我的教棍了，现在用这个粗一点，那个细了打起来不痛。从今天开始，必须讲中文了，你们不可以讲阿姆哈拉语。讲阿姆哈拉语他们两个学不会。OK。那个手机我给他，他天天就刷短视频。我现在第一个考你的是，你应该没有问题的。OK。啊，你来这里多久了？4个月。四个月。我是谁？你是我。我是我。你是你啊。哦，可以啊。你我。你是调皮，你要调皮了是吧？啊，这螺丝们没有问题啊。这个是什么螺丝？桌子啊，这个呢？本子。我没考你，等一下，你还没轮到你。这个呢？烟。哎呀，好，这个你知道啊？行吧，反正你既然都要抢答，那我就来直接问你了啊。这个是什么？手机。这个是手机。啊、哦，那个呢？冰箱。哎。冰箱，冰箱，反正大概意思是对的啊。冰箱啊啊，冰箱。我多少岁？不知道。20。我20。哈哈哈哈哈。我30。我不止30，我30多了。33。33。你知道？你的岁。
嗯，哎呀，这两个还可以啊。这个呢，这是什么？多少？多少？你说它是多少？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不是，钱钱钱钱钱钱啊 ！Tomorrow 怎么说 ？Tomorrow 明天。Tomorrow 明天。After tomorrow。After 昨天。打一下，自己拿过来打一下，打哪里？你还跟我两个昨天都来了啊？Lights 来查理啊。点。不是这个 lights。Night 嗯。Night 晚上。晚上。嗯 ，lunch。Lunch 早上。What？ 老。No, 做饭，做饭，浪姐叫做饭。好了，反正他们两个我知道，你们两个正常沟通不行的。现在和我说话他们都听不懂，能不能听懂？手机不许玩了，睡觉。我让你坐了。从今天开始，你们说话都用中文来说来沟通，这样子学起来更快。我跟你说，一天你最少也可以说很多的。我听到谁讲阿马哈拉语，然后我就这个，除非你们在讨论中文的时候可以说阿马哈拉语，但是平常沟通的话就用中文，这样子逼着你们学得更快。可以吧？可以。OK。可以。OK。可以。好，开始吧，就在这里学。你这手机，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看能不能用得上。好像昨天被他摔坏了。Hello， 大家好。这不前段时间朋友介绍一个当地的女孩子跟我相亲嘛，然后后面她搬我家来了，搬来了有二十多天，接近一个月了。相处下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比较单纯，也比较淳朴的。但是呢，她不会英文，就更不要说中文了。然后我意思就是说，让他们学尽快学会中文，因为螺蛳粉的中文也是我教的，螺蛳粉都会，现在几乎都会能听懂我说的。但是呢，我说完之后他们不去学，我一转头之后他们就不学了。今天又被我发现了。然后结果呢，我就生气了，我就说了他们一顿。结果我说的是下个月我就要回国了，然后回去了之后我不来了。这娜娜听了之后瞬间就哭了，因为昨天我都跟你们讲过这边关于这边的事情，所以说下个月本来我的 ID 就要到期了。如果说我要回来那可以啊，但昨天他们跟他们讲了，今天都又不学了。关于学这个中文，我其实是巴不得他们三个人都能学会，这样子对他们也好。人家螺蛳粉的话，每天早上从早上起来就学到晚上，有空就拿手机出来学，从来不刷视频。而且我也一个人都配了一部手机给他们的。还有一点就是，人家螺蛳粉上学的时候本来就学了英文的，他会一半以上的英文，加上他现在自己的情况，他的中文已经达到了我说什么他几乎能听懂了。也最笨一个就是应该是你了，两个三个月了，三个月现在我说什么几乎他听不懂。玉妹妹来我这里三个月了，到现在为止我说的简单的他都听不懂，我都是让螺蛳粉教啊，这没办法了。他来的时候而且连身份证也没有的，他的身份证我刚才问了一下，他还要等明天去了。我不知道明天你们这边是不是无下车。这有时候我也有点懵逼的，他们三个人在我这里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这个娜娜来我这里也是一个白户，身份证都没有，我这几天也在想办法给他办身份证，也花了一些钱，然后找了一些关系。玉明明呢，他也是没身份证的，但是呢，他之前上个月回去了老家，把身份证办了过来了。螺蛳粉呢，哼，他来我这里之后，他老家又打仗，然后现在他是回去了之后，可能就出不来了。哎，有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无语的状态呀。一个月时间够不够？这个月学习，你不逼他，他学不了的。他学个屁！他每天学习，每天学习是很快的。我还不知道，我学英文我就花了两个月时间。我就可以随便出去跟工厂里面的随便谁我都可以跟他们说话。那个书现在没有去亚迪斯啊，等他的 ID 拿过来了之后，我打算是去亚迪斯的，去亚迪斯问那个护照的事情， passport 的问题。他那个咋那个三零不是有吗？有给他借来用一下呀。他三零刚弄了，他不你这样子下去，我下个月回去了，我就不想来了。
我真的就不想来了。娜娜，我是逼着她要学中文的，因为她是一点英文都不会，我还最起码会一些三脚猫简单沟通的。如果说你不会英文不会中文，这后面怎么沟通？没办法沟通的。就算没有书，没有书，那你是怎么学的？你没有书啊，你就一个手机啊，你是怎么学的？他们不知道问你啊，怎么学？行吧，等他把当 ID 拿过来再说吧。那反正如果说他这个月不学，我回去了，我肯定是不来了。你咋看你现在你的中文，简直就是没办法。这拉拉也是吓哭掉了，答应我后面一个月每天学习，应该是没有问题了。这个打算好不好？好。好。这个打算好。这个打算好。哎呦，今天有长进的。这个咖啡好不好？好。好。哪里好？好。为什么好？好好。哦哦哦。下一句他就懵逼了。Made in Ethiopia. 哎，这句话说的对 ，Made in Ethiopia。埃塞俄比亚生产的咖啡好。嗯，有进步啊，这两天，这中文还是慢慢的，必须要这样子逼着他们才可以啊。对。对，你听懂了？对，这个毛线，对。啊，你喝不喝咖啡？你喝不喝水？不喝。不喝水。你喝咖啡？哦，为什么？为什么？我不喜欢。你不喜欢？我这手机现在调了一下，感觉拍出来的画质要好很多啊。嗯，还这个拍起来舒服一点，比较防抖。看电影。Movies。看电影，看这个 C。你就怎么了？这个是 Made in Ethiopia。Lots made in China。Lots made in China quality very good。Yes， 你们埃塞俄比亚制造的凳子就这样子。Made in China 的非常好。哇，这凳子多少钱一个？我都忘记了，320人民币，还是我半年前买的。我的妈呀，质量这么差，价格卖这么贵。是你扔掉，那个凳子扔掉。我是想把它扔出去，把它扔掉。OK OK。哦对，把这个可以扔掉。为什么？你要扔我的凳子，我就让螺丝扔你。我不好。不是这个不好的意思 ，joke， 开玩笑。开玩笑。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如果每天我自己主动的去给他们搭讪，去给他们说话的话，他们学的还是要快一点，而且他们更愿意说。如果平常我要严厉一点的话，他们就不敢跟我两个说话。中文不难。你是刚才看见我跟你两个说两句，你现在说 okay, 中文不难？可以。你吹牛知道吗？嗯你又那卡壳了啊，你要跟我来个中文不难。嗯，你喜欢读书吗？读书吗？好好好，没有明白。读吗？没有书。还要发火了。就是要这种感觉啊，让你们三个人自己去争论。不错，今天表现非常好啊。晚上一个人给你们安排一个大长腿，大鸡腿啊，又来了。不是中国人做的。我来看一下这个有没有文字，那光光啊，老爷了。对呀，我就跟你们说 ，Made in Ethiopia， Made in China 不可能的 ，Made in China quality very good。我刚才不发现的话，你也不知道。光把这个插都插起来，电都停掉了，你煮咖啡，你煮个屁呀、啊？你是笨蛋吗？啊，是不是？不是。那你那个咖啡拿到那个电磁炉上面去煮，你都不去看。我不跟你讲的话，他可能煮到晚上都煮不好了咖啡，因为停电了吗？我早就知道停电了，他不知道吗？所以他们学中文慢的原因还是跟自身有问题的，跟他自己这个有问题。没有，你可能。我不知道现在你有没有跟他一样。你不一样。哎。Hello， 大家好，这是我家外面的大公路上面，然后出来买点菜，给你们看一下有什么奇特的。哇塞，这见面就打招呼啊，把家里面三口人全部带出来了。玉米们卖玉米的摊位就在那里，还有人站在那里。哇塞哇塞哇塞，这苍蝇全部飞到脸上了，大家能猜到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吗？你打开看一下啊。
好吃苍蝇面包，但是是好东西，我们还是第一次来这里，以前都没有买过，听他们讲这里有这个东西卖，然后问了两天，他今天在出摊，他这一个星期只卖一天，一个星期，哦，不一样，随机出摊的，我就说前两天过来买没买到，哇，这个是羊肺，他这个怎么卖的？20块一个，一个20块的羊肺和人民币1.3块啊，这么便宜，在国内都要卖的很贵的，但他们本地人不吃。你告诉他我要买什么？他们两个不好意思了啊，我要买羊蛋。我们俩不要。哎呀，他们本地人不吃那些东西，听到我说我要吃这个，他们全部都要笑。你们本地人买这个回家干嘛？猫吃。猫吃。哦。啊，把小不吃。嗯，哦，那里面我看见有羊头，羊头多少钱一个？黑的。啊，还有羊头那里面。啊？阿里巴巴。40块，那才2.7人民币。我的妈呀，好便宜。好东西来了，一袋子里面全部是这个东西，羊蛋蛋，这个怎么卖？8个50块，八个就相当于说和人民币3.3块。我们拿八个吧，我们四个人，一个人吃两个。这个里面呢？它这个里面是什么？我装的盘子和那个塑料袋。你们不吃，吃好吃。我做来给你们吃，好吃。你做啊？你做。行，我让你们尝一尝爆炒蛋花。这个要不要？那个不要了，那个不要，那个羊肺不要了。它这里面我看了一下，就羊头、羊肺，还有那个蛋，另外的没有了吗？你那么难的开始了，我跟他开始手。你来了吗？没有。羊鞭有没有？羊鞭。啊，你知不知道羊鞭是什么？就那个棍子。以前我教过他们，他们知道羊鞭是什么东西，但这个老板这里没有卖啊。他这个东西是哪里面拿过来的？他不理解，是不是那个卡的那个血不就是屠宰场？哦，难怪这么多，没有带钱出来啊？付钱给他呀。黑的不要，头不要，我们就要羊蛋就可以了。OK， 走吧，回家。做羊蛋给你们三个人吃，大哥们，你们要吃羊蛋、羊鞭、羊头什么羊肺的、羊杂的，你们快来，我转账你们，包你们吃饱吃安逸。My name is Singitan Orzarbabi. Singitan. Singitan. Yeah. 哦，这我家邻居啊，刚才在路边，我让把他拉进来了，让他来我家喝咖啡。No. 问到了这个，哎，够了够了，就把那些弄来炒了吧。Class. Oh, class, so is that. I can speak Amharic, Romic, and English. 你家小小年纪7-8岁，会讲三个语言。You're good. Thank you. I don't have any sisters in the world. I have 2 brothers. You have 2 brothers. Yeah. Sister yellow. Yellow. Lala, you go with or us go with? Go with. Us go with. Very good. Yes. You look good. That's good.不错不错，你做了多少杯咖啡？3杯咖啡。做了3杯咖啡。对。那现在听懂了。哎，麻烦，笨蛋。I don't drink. Chai la shai. 不喝吧。你知道人家不喝。你问他要不要喝。I don't want. 好吧，不管你了，你还啥都不要的。我家果汁又没了，就是菲利西亚 ，no juice。Juice OK， 你去给他买瓶饮料。What's juice? Sprite, Coca, Fanta. Green. You choose one. Coca. Yeah. He want Coca, so you buy Coca. No Coca. You buy a lot of piece. Mano. You need a phone. You. Eh. Meet him. Like, sister, no come. Hanna, C, J, J, no come. Meet him. 我的朋友，我知道 that 我的 guy， 他现在又来了。外面。哦。哎，不要管他，不好拍这个东西。有一个朋友，他每天过来问娜娜的姐姐有没有过来，他看上了娜娜的姐姐了。饮料买回来了，有没有可卡菲利西？没有。那 what's this？ Orange。Orange， 分的。Yes。OK。
那他哦，他和芬达是吧？这个、小子很可爱，我特别喜欢逗他，他也喜欢跟我两个开玩笑的。帮他开一下，他不会开，力气不够。谢谢。谢谢。切克里头，塞根娜，塞根娜又开始调皮了。他最爱来我家拿了个粉笔，拿了个 chalk。Sigitin。Good, God bless. Your father in Adisawa work, China company? Yeah. No, not in China company. Oh, I'm not company. Oh. 不是在中国公司，在亚迪斯上班。政府办公室。政府办公室。对。难怪他小子他家条件好啊，他妈妈一年到晚带他们几兄妹，然后房子住的也是比较好的嘛。我就说这是，上次我就说对了，非富即贵啊，这小孩子家里。他是什么？他们认出名乖乖，学习英文吗？学习英文。英文哦，难怪他英文就是非常不错嘛。嗯。阿门克好不好？问他。啊，都是哪里的？啊，哪里的？什么？这个好，这里好。这里好。嗯。美国不好。哦，他喜欢埃塞俄比亚。对。从小爸爸收入比较高，又是政府部门的。然后大家肯定这个东西应该有很多的。他长大之后他不是做 business 就是做 leader。 在你们这里他肯定是这样子的。如果在你们这里你爸爸是政府里面上班的，你家里面是不是很好？对，政府官官是有钱。哦，他工作好吗？工作一点点，一点点工作。哦， next time if you see me you call me uncle OK Yes, uncle by 材料叔叔。叔叔。Yeah, God bless. 对，要叫叔叔就可以了。哟。哟。哟。咦。哈哈我以为他很厉害，结果要摔了。他刚才打的那个拳，那个功夫是哪里学的？本地人教的。对。那这个像有点像彩丽子功夫啊，我们中国人很多会。咦，哇塞！哎，叫到房间里面来尝尝表演，结果又失败了。哎，笑死我了，这小孩子。不过这种确实好，人家灌输的思想完全不同的，他想到什么他敢去做的。Today, my home, dinner. 你爸哪里的？我已经到底。你告诉妈妈。嗯。妈妈，没提这样子。打他。打他。哦。对对对，上以前他给我讲过，你们这里的小孩子他不去别人家的。拜拜，叔叔。OK, 好的，回家吃饭了你。跑回去了，小孩子，他家里面今天晚上吃鸡肉，家里在杀鸡。